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奇一 ，Welcome to NPOE Studio。如果你有看，如果你有看上一集的话呢，你就会知道上一集我非常的悲惨，就是悲惨到，就是明明就是我杀怪，结果变得怪杀我哦。这应该没关。然后就是这样，非常的悲剧以及悲惨。就是除了悲剧就是悲惨，悲惨还是悲剧。好啦，我在玩绕口令。然后你们看到我的铁剑受伤受成这样，就是被明明就是我打怪，然后就怪去把它推下来，然后就一直在那边。为什么我这样才活着？我们去看一下。你看，等一下僵尸就会跑到我的桥上来。为什么骷髅公还活着？好怪哦！骷髅公还活着昨天就是骷髅公去射我。骷髅公，我要拿那个骨头。昨天就是为了拿骨头，所以才出现在这里。Yes。他居然没有掉东西。苦力怕，前进，打他。说好爆炸呢？都不爆炸了，害我一直往后退。我听到骷髅公在我后面，哦，害我吓一跳。野生僵尸声，感觉在右边。哇，我没看到古力帕，我们进来吃点东西。哦，这里好危险哦，我都要回家了。而且昨天小编也来攻击我超没蛋。昨天小编也来攻击我，超级邪恶的，然后害我在这个桥上面都走不稳。然后我就从桥上摔下去好几次。再去做铁剑吧。铁剑，走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晚上再去挑战一次，好了。现在先把东西。有拿到四个骨头，可以做骨粉。阿神好像就叫他崩庙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叫崩庙。我拿到火药，应该是打古力帕掉下来的。然后我也不需要腐肉。看起来我的动物们都还好，然后我们这叫干嘛？有鸡蛋，难道？等一下哦，我先确定一下。啊，没关啊，难怪。然后我们先去把外面的木头砍下来。
然后你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我盖了要盖，其实家门口会有，家门口会有一排的树，但是这两棵还长不起来，所以虽然说用泵没有很浪费，但是骨头也不知道用在哪里了。快点长起来吧！欸，已经用12个了，它也不长，真的是。然后外面这边的树就是可以采到木材，就是用来拿木材的。然后晚上的时候再去吃，再去下来吃，就是你们就可以再看一遍我摔下去。所以现在就来，印象中好像我有盖一座桥，盖到一半，对不对？好像是，对不对？然后就那次就是因为晚上，然后就逃回家了，看到了那叫雪之岛，然后里面有个小屋，然后里面小屋不知道住了谁。OK。大家都还记得吧？有痒痒哦。我觉得我应该去把鸡蛋拿下来，去看可不可以拿到小鸡。家里的鸡蛋真的太多了。多到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吓到！没想到狐狸放在这里，我整个吓到。太可怕了！这是什么状况？有小鸡。正好我们有很多小鸡了，你们躲在这里是干嘛？鸡觉得有点太多了，我觉得我应该要来杀成年的鸡了。他们喜欢躲在这里耶，这样的话我每次都打不到。掉下去了。好了，小鸡你们加油吧！好吵哦，一直走了。有一只，好，猪猪的话杀两只好了。我刚居然听到僵尸声。应该是在我家吧。没看到。
OK, fine, fine. 算了，我还是很害怕。去我家睡觉去。要晚上了，你就让我睡吧。嗯，我们先来吃点东西，然后把鸡肉拿下去烤。嗯嗯嗯嗯嗯嗯，出现了很多小鸡耶，嗯，还不错啦。铁镐，我们还要做什么吗？应该是不用吧，对不对？师傅，嗯，师傅，嗯，应该这样子够了。总觉得我装备有点烂。嗯，好，我们去我们的洞窟。摔死了，就是这一只，让我家一直不得安宁。走，楼梯呢？对，这么难跳，他们也可以跑上来，真的是。好，我们继续盖桥。敲盖完了，我想起来敲盖完了，僵尸又出现，然后是在挖东西，对不对？嗯，还有梯子，苦力怕。其实生存有时候就是很需要苦力怕，但是苦力怕就会把家里都炸掉，像我就根本没办法。这样子我家就没办法安稳，就是这样，所以我才会把才会开防爆，就是这样。听到骷髅公的声音，不过应该是在楼上，我们应该想办法上去。嗯，走这里好。好近哦。其实这样挖我会害怕怪从上面掉下来。应该是没有，要不然这样好了，我们先开和平。嗯，我真的非常胆小，其实超害怕的啊。这个楼梯有点大，
非常好，我喜欢大楼梯，这样这些水会变成水，觉得插火把好像有点问题。我们回家拿个铲子，然后把这些雪铲起来，这样我们就会有雪了。绵羊在叫，好开心哦！听到羊羊在叫。大哥。然后呢？继续，来吃点东西。发现变得简单之后就很容易饿欸，可是和平就不会饿吗？这是一件很怪的事情。OK， 我们要来铲雪。我们有很多雪了。哇哦！漂亮哦，都白花花的。我连铲得非常开心耶。这里会不会下雪？因为看起来又有东西。我听到水声欸，你们有听到水？你们有听到水声？好，难道上来就上面没有东西？看到了东西在那，动跳。这是不是作者故意设计的吗？看起来非常特别，还是这雪地的树都长这样？我们要来助跑跳一下。那个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，我们应该要爬上去看看。很难缺一个，我们来做个雪球，做个雪砖好了。然后上去爬上去，雪砍东西的声音好酷哦。然后爬上去。哇，掉下来了，再一遍。这是什么？这样是僵尸，对不对？看不懂。这是僵尸还是村民啊？他一直转，这样我看不出来啦。好吧，砍掉。地狱之心，那个箱子是干嘛的？知道，去看看吧。水声，哈，跳跳跳跳，跳跳跳，
OK 哦。可以到了，啊嘞嘞，好，先这样。有什么更快的方法？就这样。哦，这么有一堆的是抽。真的有好多屎壳，真的可以变成屎。好像可以做屎人，对不对？快来保护我家。然后再用这个。OK，好了。好多哦，好多东西的。坏掉了，还好我带两个哦，拿下来 里面那个小乐是住什么？所以那小五到底是住谁？我爬到最上面看看。好，这里是最高点。那边是好房子，好像是。看到了。那我们从正门进去。青青石，对不对？这是绿宝石。有点久。结果挖起来没有那东西，好吧，只有用铁钩。然后这边插根火把。会不会到时候石岛变成水岛？没有东西。怎么可能？因为我就一直放，因为我小编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一直放，我吧，会不会？哇哦，同学，等一下，我先去探索另外一边东西。铁锭，柴火吧，有铁。这应该是矿坑吧，然后旁边有煤炭跟绿宝石，一直听到小便的声音，总比那个脏比声音好多了，总比。我们应该都要放右边，不然就是到时候忘记种回去。左边，好，接下来，
鸟去下面。这个应该都特别设计过的吧？对啊，有那蛇还是虚空？虚空。哦，又是这个声音，我讨厌。我们再来探索一下，那边还有，是要怎么过去呢？放根火吧，之后可能就会用铁器了，不会再用石器。因为石器有些东西，像是石镐，就有些东西挖不起来。OK， 所以之后可能就会都是用石器，对，都是用铁器，不是用石器。虽然说石头真的很多很多。OK， 已经要到了哦。我们挖了好大一条路哦，这里是虚空啦。我刚刚，因为晚上的虚空，我一直以为是水，到底在干嘛？嗯，那才拿出东西嘞。懂。嗯，应该 OK 了。应该没有东西了吧。不能走这边回去了。嗯。然后得插根火把。就干脆把这只石狗在那边弄坏算了，不然石狗我现在比较喜欢铁镐，嗯，所以觉得比较常用铁镐。说好，我们回来这边了，应该是没有东西了，嗯，探索完喽，应该是走这边没错，嗯，然后这边走。好，那我们这集实况就先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点选影片下方的喜欢以及订阅，这样子我才会知道你喜欢我的影片哦。好，我们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